来来来来来，锁房啊 ，Tony！ 我选我选，地图啊，第一场我来看一下，来啦，第一场，陈高开局。怎样？怎样？怎样？头，你这打了针啦！这旗袍是怎样？带飞虫哦！我这尾流爆太快了吧？其实我不会玩团体、啊。我还是第一次跑一对一的团体。想出来立一下头你。错吗？偷你的尾流好可怕、哦，黄砖呢？没有，这个玩爽的啦，这个没有胜负，好不好？大家都认识一场。跑到自己卡栏，哟！哎呦，都你！啊，我的鞋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怎么鞋都按不到？等一下，我鞋怎么按不到？我要停在那里了，可恶！等一下，我的鞋都按不到，我刚按了个停车了，几级了？玩偷你是怎样？
这尾流好难拉，他就撞墙。所以哦，哦，很烂。过了啦 ，three。差点就狙了，还好后面我拉回来。接力哦，也可以啊。跟老婆忏悔十分钟是怎样？不过我们快四十分了。我们先上个分数好了，你们觉得？这样超难跑的。跑完了，角度错了，哎呦！这样太久没跑了吧，好陌生哦。我按那个关声音的说，结果。我的360被同理压住了，可恶！爸，我已经转得过去了，臭同理挡在我前面。不是啊，我那个角度是啊，我那个角度是端游的过法，因为刚好可以伤很大飞过去。可是这个手游放在手，它没有那个加速感。狙。从你以后在360的时候记得按 R， 这样我才能漂亮的转过去。各位啊，我要怎么回答？他是不是知道了什么？
我怀疑是有人偷偷的去跟他说。Tony， 你们家有没有客房啊？我觉得我今天可能睡不了家里了。酷。他等下第五，他等下第一句就问我说：“笑够了没？笑得那么灿烂是什么意思？”